我居然研发出了一种可以变成女性的病毒哎！只要在身上插了一针呢，你就可以从男生变成女生了哦，有没有？我手上这一根紫色烟雾，还有稍微带闪电的这个东东，就是我们的新毒品注射器。来啦，我们就来这个 NPC 一号身上试试看，只要扎在他手臂上就可以了嘛。来对准一点，对准一点，咔枪，有喽，增加六枚金币。来近距离观察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哇，他变成一个培根女人。哇，Do you hear that？ 他不知道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啦。反正你现在变成身材窈窕的熟女了。哇，感谢我吧，你就变成一个女生了耶。我们可以随机你这个注射病毒在这里啊，叫随机病毒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的实况频道，我是实况主黑乐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玩的是 Roblox 里面的病毒实验室。那这个游戏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血腥画面啊，所以我把这个血迹都关掉了啊。购买50的装什么意思？我们可以花50块买一个粉色冰淇淋哦，我为什么要花钱在这上面啊？来领取我们的新型注射器吧。我们这个东西叫做 Castor， 哎，这个我不会念哎，反正它就是一个橘色病毒啦。我们就把它注射在这个刚刚培根女身上啊，希望她可以一次接受多种的病毒可以注射上去。嘿，插在她手臂上啊，我刚失准了，不好意思，我再插一次，每次插就可以变成六金币。哇，她突然开始膨胀了哎。Oh my god！ 他身体变得很巨大之后，就开始想要吃东西了。哎，他这样种情况，我还有办法让我们注射吗？算了，我把这个 NPC 删掉好了。我们换新一个实验体好啦，不然自己感觉这好像蛮可怕的。来召唤新的 NPC。那为了不要让这游戏太残忍啊，所以它里面的 NPC 全都是机器人，那种仿生人类，不会让你觉得有点不太舒服。但这个是什么鬼啊？为什么会一个充满绿色火焰的病毒啊？这随机病毒看起来很猛哦！来来来来来来，我们给它注射在它身上。而且这看起来好像有点危险呢。我们注射完之后赶快跑掉。我们在外面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吧。我好像我身上是被传染了吗？哦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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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刚以为我自己也被感染的，超危险的。然后现在身上，他感觉到非常的有力量 ，I feel the power。哇、wow, ，所以我们只要靠近他的话就会受伤咯。他算是一个灵魂形体了，他可以对我们那个周遭的人类造成灵魂伤害，就这个意思啦。你看我们现在靠近他就会产生这种绿色烟雾啊，我自己身上也会长这种绿色烟雾。哇，越靠近我好像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只嘞。我们会不会死在这里啊？感觉好可怕哦。好啦，我们远距离用火焰把它清除掉吧，用洪水或是火焰哦。这绿色火焰我们就用洪水来处理掉它吧。遇上危险的病毒的时候就要这样处理啊！拜拜拜拜，我们要召唤新的实验体了，顺便来拿取新的注射器。这次则是无色无味的，哎，好像有点像白色的东西。我们来召唤一个新的吧。每次都要把门开起来，这有够危险的。哇，赶快跑，赶快跑！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哎，你就变了一个颜色而已哦。啊，他好像变得全裸了，你要干嘛？你想干什么？他注射了烟雾之后好像朝我身上跑过来，好可怕哦。他的身体冒出了那种像真菌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他想要感染我这个人类。啊啦啦，我抽到了一个叫做 Noob 的病毒，这个插在人家身上他就会变成 Noob 的意思哦。买买买买买，我们就来试试看，我们就来试试看。来，这样你靠近一点，你靠近一点，我要认真的观察你 ，NPC 零四号，变成 Noob 吧！我的，他真的变成黄色的呢！哇哦，他真的直接从实验者变成了一只 Noob， 所以这个就是 Noob 病毒咯。感觉好像蛮好玩的。但这个游戏你知道买 Robux 道具啊，才可以把人家变成那个。对，就是氪金才能够感染其他实验室啊，实验者哦。刚才怎么抽到一个爆炸病毒？那感觉就有点可怕，我们就不要用它啦。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嘞？我们来这个菜鸟身上来试验一下。哎呦，哎呦，干嘛干嘛？你把我这个实验室所有的电力都抽走了、哦，它变成一个闪电人嘞。现在它是一个闪电 Noob 咯，我们越来越多的病毒放在它身上，它就变得越来越奇怪了呢。来，我们这次看起来还有是青蓝色给你注射下去，它的身上的病毒管实在越来越多啦。哎，你不要跑啊！
我这样子扎不到你呢。那我现在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哇，我们难道在诞生一个超新星人类了吗？他真的是变得越来越猛了耶。我觉得他是增加自己一个新的防护罩咯。哎呀，我们靠近他就会被弹飞耶。这个病毒实在是太强大了啦。那这样子我们好像没办法对他进行真的实验呢。好麻烦啦，没关系，我们这样还是炸到他嘛。我们再看有没有什么病毒可以把它弄掉啦。这次只是绿色的针管病毒。哎、欸，他那个针管居然可以被弹在上面了、欸，哎、欸，这样子我是扎不到他的吗？哦，还是可以啦，还是可以啦，我们就只是把它放在上面而已啦。但这次的病毒不知道什么鬼哦。好啦，我要把这个 NPC 删掉啦，这 NPC 感觉有点怪怪的。这一只蓝色的病毒管叫做 Mini Fear， 是迷你的火器吗？还是迷你火焰？但这个蓝色跟火焰扎不到那边呐、啊，我先给你打上去哦。我看它会变成什么东西啊，希望它不会。哦，其实它这次真的变小了、哦。OK， 它就是变成一个小人果里面的成员了。到最后还是要换一个新的实验体才可以把针管插在上面呐、啊，我真的没办法哦。太小只的，不论如何我都是失败的。啊，这一次你要怎样？啊，你为什么把你的头拔下来啊？这是无头病毒哦。他竟然把插着病毒的针管拿下来了，这样子也可以吗？那这种实验体我对他注射还没有用啊，好像插不带套他哎、欸，对啊，这一次还是可以的嘛。喂，你变大只了、欸，所以刚刚居然还有变大的药剂跟变小的药剂咯，我们几乎所有病毒都有抽到过了、欸。那么这一次则是带着青蓝色闪光的病毒针，好啦，我们再次给他插在上面，拜拜拜拜。来看看这次会发生什么事情啦！哎，跟刚那个一模一样嘛。好了，那我要召唤炮塔把它处决掉了。一次需要50块钱哦。对啊，你知道这是炮塔是什么吗？他拿这个，好了，我就给他按一下给他看啦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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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！啊，既然你有防护罩也没有用的啦，怎么 Robux 道具啊？好了，他这样子50块就没了。居然是要用金币来玩吗？召唤新的 NPC。哎，等一下啦。我还没有注射，你就在开枪。暂停，暂停，暂停。哦，不需要，不需要，不需要。OK， 真的是哦，我还没召唤新的 NPC 耶。不是要你叫马上处决掉啦、哦，我还没有拿到病毒，这样不好意思啊，重新再随机抽取一个新的病毒咯。这个我刚好像看过嘞，再换一个新的治愈病毒。这治愈病毒就跟治疗差不多啊，就可能插他身上，他就会帮我们治疗嘛。95、98，对啊，他就是扎了针管之后可以治疗他身上的伤势啊，也没什么嘛。哎呀，这个红色的看起来很危险的，插下去，耶！这是我现在扎针管越来越熟悉了哦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有一个，这东西好可怕、啊！这是发疯病毒啊！他现在想要揍人了，哎呦，好可怕哟！刚是有那个低声的狂语在他身上讲话，你有看见吗？他那个感觉就是很可怕的。然后这是爆炸病毒，他这四散的我不想看啊。然后这个黄色我看过，在外面扎他吧。哎呦，真的可以耶，在外面给他扎针，真的超方便的。我直接插在他脸上了，哇，他发生什么事情啦？越来越多奇怪病毒在他身上啦，好，但好像没什么事情哎，他突然挂掉了。OK， 我刚刚以为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哎，耶、yeah, ，插你身上，这次则是黄色的，我连看都没看啊。我们再来拿一个新的病毒吧。啊嘞，它变成了一个，你是变成一根薯条吗？它好像变成一根薯条哎，然后我们插一根病毒在薯条身上，这感觉真的蛮好笑的。他现在感觉得很不好是吗？那所以你要挂掉了、哦。哇，他真的被感染了哎，跟刚刚我们看到那个一模一样嘛。所以其实我们有拿过很多类似的针管，然后这一次则是一个蓝色的冒着青烟的东西。哦，他隐形了。哇，感觉越来越猛了耶，好像真的蛮好玩的哦。再给你插一针，再给你插一针。有了有了，要插在中间才有用啊！这个人究竟变成什么样子啊？哎、欸，他变成我的样子了耶！
他居然还出现一个彩虹头跟一个嘟嘟嘴，但是因为他现在身上的 buff 实在太多了，所以他现在看不出来是什么样子。再给他插一针啊！耶、yeah, ！再给你变大只哦！他要开始吃东西了吗？他要开始吃很多汉堡了。哇！再给你插一针，再给你插一针，我们就研究出一个救急实验题。耶、yeah! ！啊，等一下一定会爆炸，我跟你讲啊！他开始跳舞了。这一头就是我们研出来的终极实验体啦。好啦，虽然我们的相处时间很短暂，但是我已经看不出来你是长什么样子了。哎，我都还没压下来，你就直接给我消失了。我只好造一个新的 NPC 弄出来了，眼不见为净吗？啊，这变矮了，居然没有挂掉呢。那我们现在召唤第二个新的 NPC 呢，则是需要花50块钱。它剩下很多东西其实都是要花 RB 的啦，你也可以花金币做到，但只有一次性的哦，就是蛮美和的啦。好啦，他竟然要变成我的样子了，这一次就是变身成黑乐的 NPC 啦。那你的头为什么是长在这里呢？你的彩虹头怎么会是长在这里啊？NPC 黑乐，啪叽，再给你扎一下，啪叽，变成闪闪发亮的黑乐了。这个电源的真的是蛮好玩的哦，只要这种霓虹光的特效我都喜欢。是僵尸病毒欸，我们来玩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好不好？反正我们现在拍片也到结尾了，我们就给他注射僵尸病毒，然后让这个实验室大门打开吧。哇，变成僵尸吧！不是，果然，他那个准备要突破收容的哦，把这个手动门打开，从这边走，从这边走，谢谢。哇，突破收容咯，这个实验室即将要被这个僵尸病毒入侵了。嗨，你喜欢我做出来的新实验体吗？哇，我去攻击别人了耶，这才是我要看到的事情吗？他已经被人家咬了一口，不知道等一下会不会变僵尸啊。哎呦，你现在进去这个门里面哦，看起来也是一个很懂玩的玩家啊。哎，好玩，我先走啦。哦，他们看起来是要玩很好玩的东西呢，一个旋转的病毒体，还有一个跳舞僵尸，剩下都还好啦。他们都在玩一些蛮不错的东西，不错的实验体哦。好啦，总之我们今天实况就先差不多这喽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点左一个左下角的喜欢，请记得关注我们动态。我们下次的 Roblox 游戏再见喽，拜拜。